今天是旧金山，2021年的10月26号。昨天是前天呢，前天吧，有那个前天有那个大雨，天气挺可怕啊。是我们那个走廊窗户少雨少了好多，后来我就赶紧把那个窗户关严了。是预报说。有很大的雨啊，有刮风。后来听新闻说是有很多人的家庭都没电了，停电了啊，因为大风导致的什么线路故障吧。今天可能也有雨吧，有可能。昨天晚上没睡，但是昨天白天睡了。之前呢是前天吧。给大宝在，哦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路上都挂的这个彩旗呀、啊？这边在免费测试新冠啊，挂这么多彩旗呢？什么日子呀？不太知道。前天大宝说他想要一个坐垫儿，说在教室坐着感觉不舒服。感觉腿也疼啊，板凳也不舒服呀。他说他坐的是个小棉垫儿啊，我就想起来买那种记忆棉的比较好啊。他可能坐的是那种普通的小棉垫儿啊，不是那种记忆棉。后来我在拼多多上搜到了一个，我觉得还可以的，专门给学生准备的记忆棉啊。那搜的时候呢，我就。输入关键词“记忆棉坐垫儿”之后呢，按照价格排序，它这个按照价格排序也不合理啊，因为它有的是虚标的，比如说它标3块钱，但实际你拍的时候那是20，它是虚的有的啊。但是呢，我是用笔和纸做好准备，我在比方说从第一个开始。打开它这个网店之后呢，我把它的价格记在纸上。比如说第一个，它的价格是25，第二个是23，对不对？第三个是19，对吧？基本都是一样的啊。他们的产品，它的尺寸啥的都是，其实啥呢是同样的产品呢，在不同的网店卖啊。后来经过比较，大体知道了，买了一个13块多钱的，买了一个包邮的。应该还不错吧？之前呢，大宝他跟我说，哦，这么多树叶掉的。他说我跟妈妈也说了，在淘宝上买也行。他发了一个截图，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垫子，有的很奇怪啊。我觉得还是买一个相对传统一点的吧，不用给他买太怪的。我又看了一下他们班级微信群，那个家长发的照片。是椅子啊，不是那种凳子啊。它有两种尺寸，如果是那种窄条的凳子呢，没有靠背的小凳子的话，那么就34公分乘以24公分的就行。如果是椅子呢，那么就用35乘以38公分的哈。我就把它的照片放大看啊，是椅子啊，那么就买的35乘以38公分的，还不错。买完之后呢，我把。拼多多的链接还有订单的截图发到微信群，艾特一下大宝妈妈和大宝，说我买了。我估计大宝可能有点小失望，他可能希望他妈妈帮他在淘宝买啊，因为他总觉得淘宝的商品质量比拼多多好吗？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因为我觉得有同样的店，那么既在淘宝开也在拼多多开，对不？但是人们可能有这种感觉，觉得价格低就不好吗？也不一定，对吧？不绝对啊，有的时候不绝对。所说的一分钱一分货，有的时候你秉承着这种理念，但是最后你成了冤大头了，也可能，对吧？比如说他指导你就抱着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心，那么人家就把货价格整高了呗，本来是500。那么加一个零就 OK 了，就5000呗，对吧？嗯
所以很难说，也很复杂。昨天把头发给剃了，剃成光头了啊，还挺舒服的啊。因为这几天没洗澡嘛，有些事儿忙的都顾不上洗澡了，然后这个头发就有点痒，就不舒服，然后就挠，哈哈。之后呢，哦，这个垃圾袋谁扔到路上了，然后就感觉这个头皮呀，好像都起疙瘩了啊，实在受不了了。昨天把理发推荐找到了充上电啊，然后又拿出给自行车上的那个机油液体的那个叫什么齿轮油吧，那种液体的机油。因为一位朋友留言说，你下次在理发的时候给电推剪上点油啊，我这次上的油把胡子和头发一起一勺烩了，呵呵，也省事儿啊。那个啊，这老太太用的是助行器啊，我给大宝买的也是这样的助行器，只不过是，哦，这个小车，只不过是他那个助行器买的不是带滑轮的，是那种棍棍的，没有轮，是那种都是四个棍子，不锈钢棍那种的。但是我估计大宝也不一定用啊。然后昨天又把电脑桌那块收拾一下，因为我不是捡了一个铁架吗，那种小的储物架，我把那个储物架放在电脑的前边了，它是那种挑空的嘛，所以上边可以空间都利用起来了。后来我又发现它的横杠也可以利用，我就把那个横杠给它弄好了。我以前不是又捡了其他的那个铁条那种的，反正哎，拼在一起还不错啊，还非常不错啊。哦，这个壁画画的很雄伟啊。我现在手机用的还是三星 Note 10，我没启用超级防抖模式。我前两天在那想，突然想明白了，就是如果你用它的超级防抖模式呢，它就可以调焦调得很远，看到这个景深很长，看得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而且很稳定。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它会突然的从这种模式中秃了扣掉下来，就抖得要命的那个抖得就超级抖动模式了，成了。所以我索性我就不用超级防抖模式，我用普通模式，我试一下。估计这个画面可能没有超级防抖模式那么稳，但是也还不错，我觉得应该也还可以。哦，这个树叶掉的，这一下雨一啥的，这个树叶掉了不老少。哦，下坡，这块不太好走。哎，这有自行车道哎，原来有自行车道这块，那我走这个多好啊，是吧？有自行车道，这也行了。啊，然后早晨我就弄那个排骨啊，把那个排骨给它那个把它切成，事先已经切好段了，切好段了，我就把它排骨把它拿出来化冻，然后用水煮，第一遍水扔掉，就是第一遍煮那个水我给它扔了，然后第二遍的，然后作为正式的水，我就切姜，那个姜都干的不行了，呵呵，好久都没吃这个姜了。完了后来把这个姜也弄好了，就是放到里边，这样的让它这样煮着哈。想着到时候再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盆里，之后呢，就把它上面再煮一些什么角瓜之类的啊。这个方法是我前几天突然发明出来的，我也太笨了。前段时间就最近几个月吧，我就是煮肉的时候就煮肉，煮菜的时候就煮菜，我没有想着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啊。现在会了，前几天是豁然开朗啊，那天是领来香菜，想着就把它煮了吧，正好那天煮的牛肉嘛，我就哎把这个香菜洗了放在牛肉里啊，结果还不错啊，哈哈哈哈。
太笨了，我太笨了。其实后来想一下，这不就是人们炖菜的这个方式吗？人们不都是这么炖的菜吗？哎，我走到哪儿来了？这块是这样走的吗？这是单行线吗？这块可以过吗？这块，这边可以过吗？不能可以过吧？这边可以过不？所以以后我要经常的这样煮，就是把肉先煮好了，之后呢，然后放菜。也有朋友留言说，你那菜不用一个劲儿的煮，只要说放到那个肉汤里边，放到肉汤里边，水一开锅就可以啥，就可以把它就可以关火了啊。所以我下次我就会了，这个摁一下，手拨摁一下。我上两次煮的菜有点煮大劲儿了，都煮的都成泥了。这边有点乱，我不喜欢这种桥，这种桥我不喜欢，太乱了。今天没戴墨镜啊，因为今天明显的没有什么阳光啊，没戴墨镜。哦，我的右边膝盖还疼啊。啊、哦，把身体好好调一下身体。这个地方有点危险，这个地方，这块它是汽车也借这个自行车这个道拐，所以有点危险。看它这个中间是这个自行车道，中间这个绿色的。哎呀，这眼睛还有点不舒服呀，眼睛。今天不会再下雨吧？不能下雨吧？然后把那个电脑桌前面那个铁架，上面横上那个铁条，把那个电脑的键盘放在上面了，感觉好多了。把键盘放在里边了，非常好，这样的能够桌子上的空间省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公园我比较喜欢，绿草如茵呢，对吧？实际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，但是还是很好啊，还是草很绿。旧金山就是这点特别好啊，觉得就算到了冬天，这个草也是绿的。哦，这草真好，这草，家乡那边都已经是很冷很冷的了啊，已经是有点像冬天的样子了。有点像冬天的样子了，啊！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